今天我的来拿那个 U 盘了，U 盘到了，这样子谁寄的香油给他？还搞这种啊？山东啊，可以吗？搞了十几件回来，啊，这个先拿回去看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，因为我也在期待着，我们先回去啊。哎呦，幸福啊，有香油。然后我们这边不吃香油的哦，很少。可能呀，这个U盘的话，我们还要这个继续把它车再还要做的哈、哦。现在就做了十几手，还要赶工作。嗯，目前做了十手越南组的啊，还有一手清明夜的，有一手中文的。怎样，给钱吗？有的吗？龙人老三。嗯。钱刚出道，说我一定想吃嘛。有那个喇叭的那个螺丝，天天吃。再来两包盐焗鸡粉，再来一勺盐。这个煮用鸡的话，一定要味道一定要够啊，要那个汤底有点咸咸的那种。再来点鸡粉，先试一下这个汤盐味够不够，一定要咸的那种啊。够咸了。三起三下啊，让它里面红豆一点啊，比较容易熟，才能起到定型的作用。30分钟啊，这个鸡可以了，因为做手术鸡，这个鸡一定要煮得够烂，啊，稍微烂一点的，看，油黄黄的这种，最好湿一点啊，它不能够扒鸡鸡一样啊，一定要煮得够烂。哎呀，手术鸡啊，应该放冷的时候再好吃啊，现在。
蒜米、辣椒、花生、熟芝麻，搞下去。大葱丝，还有香菜，搞下去。生抽，不过这个鸡本身它有一点底味的啊。来点红油。最主要的啊，还是这个，还是网友寄来的这个香油。对，香油啊，做凉菜是必不可少的啊。做凉拌菜那个香油啊。刚刚这里搅拌了，有没有拍下来？来了哇！哎呦，真的很香啊，这个。哎呦，太帅了！超级帅啊，这个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土鸡来的吧？没，这个没什么味道，可以给你吃一口。这里啊，这里有来。怎么样？跟外面的比？哎呦，可以开店了。可以开店了。又买单了。来了不？尝你的手艺不？来，拿吧。爸爸拿着来。咬了。咬吧。对了，坐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骨头，这个这个鸡屁股就给小黑，就直接咬了。可以吃鸡屁股了，是吧？对。是拿洗脸的吗？拿鸡腿洗脸吗？哈哈！哎呦，这么大口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咦，味蕾呢？这个鸡头好吃啊！吃鸡头又不见你起的早。咋样？看一下。看一下明天可不可以去开店？摆地摊了，因为现在到年，快到年了。是啊，外面也开动车啊，姐姐，三轮车又有。那么多，他不咋地。那么多香油，那么多香油，又不用什么钱。对吧？那四桶香油卖完的话，不可以了吗？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姐姐，过个丰富的年了。还有几天不？对吧？干杯！又不又我去帮你喊。叫什么手术机？叫我帮你站。叫什么手术机？起名了吗？回转。回转手术机。